满城佛光园，由满地可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文秀慧主持。好，欢迎收听满城佛光园，我是文秀慧。在直播室现场，我就可以向一位善知识、一位法师请法了。咁呢位法师咧就系我哋嘅妙心法师，师傅吉祥。大家好。嗯，师傅多谢你嚟接受我访问咯。咁其实我哋都认识咗好耐咯，嗬。咁呢度嘅旧信徒咧，资深嘅信徒菩萨们咧，都好想知道师傅最近嘅近况。咁师傅可唔可以同佢讲下你最近点呢？最近我啱啱喺台湾翻嚟。嗯，台湾翻嚟，而家调喺温哥华。而家师傅喺温哥华。而家我喺温哥华，因为温哥华嗰边建寺。是，所以特别回来帮忙他们建寺的。嗯，那师傅在温哥华多久了？我四月二十号才从台湾回来。哦，所以两个礼拜才回来。哦，即是刚刚调去温哥华。刚刚调去温哥华。哦，都仲适应吗？回来天气差很远，跟台湾的天气。台湾已经很热了。呢度好冻，呢度其实应该好干，其实应该对师傅嚟讲冇问题，因为你本身就系多人多人嘅，但系适应你身体要适应噶嘛，啊、不停流鼻血，太干啦，吓、啊、流到我鼻血都冇，咁严重啊 ？OK 啦，佢正常嘛，你唔可以要求佢点，流完就冇事啦。哦，咁大家都安心啲啦。Yeah. 嗯，咁我哋就正式进入话题啦。咁我有几个问题咧，就想请教师傅嘅。咁、okay. 首先咧，想请问师傅咧，你系点接触佛光山噶？我的學佛因緣來說，我當時、我是香港人，大家知道、香港來說當時是英籍的殖民地，所以通常學校來說不是天主教就是基督教、大約 99% 都是、所以在香港來說我根本就沒有所謂叫做學佛、偶然會跟我媽媽會去那些所謂庵廟、去一下、但都覺得佢烏漆抹黑咁，好可怕，所以我非常唔中意佢，尤其是仲要食素、所以當時對佛教嘅印象好差，係啊，亦都係覺得佢要拜拜啊，一種偶像啊，求乜求乜咁，我覺得，誒，好似好迷信咁啊，以前對我嚟講，我就覺得我唔諗到我會學佛，我真係唔諗到我學佛嘅，如果喺香港，但嚟到加拿大之後，其實我都仍然係參加呢度嘅教堂啊、團契啊，直到1991年七月吧。師父上人星雲大師佢過嚟講演，其實我當時又唔係諗住聽佛學嘅，只係大家都知道嗰時候有個大新聞，就許家團先生去到西來寺佛光山，星雲大師收留佢，咁好奇嘛。就想睇下，哎，這個和尚係乜嘢樣噶啦？其實就係咁嘅啫。咁當時個講座係喺 Shepherd 一間學校。我嘅性格係比較早到嘅。我記得我去嘅時候，佢哋正喺度佈置緊。但係有放啲佛歌音樂。咁我諗住我就坐喺後邊瞓陣啦。但閉上眼睛咧，個感覺係唔同嘅。你突然間覺得好似前塵往事一幕一幕喺你面前過。但你心好平静，你就好觉得你自己是第三个人。咁你直睇住啲一幕幕咁过，但系心好安静。咁到师傅讲嘢嘅时候咧，好奇怪，呢啲师傅嗰啲扬州口音，我唔知点解都听得懂嗰时。我哋系广东人嚟噶嘛，我句一个字都听得懂。佢嗰时系讲八正道，又讲四个老婆嘅故事啦，又讲哭婆笑婆嘅故事啦，讲好多故仔。我突然间觉得佛教嘅教理系好唔同嘅。一哭婆笑婆，其实一个观念嘅改变可以改变你嘅人生，冇错，改变你好多嘅想法、睇法，同埋你应该走嘅路。所以我慢慢觉得，佛教其实不错嘅，开始探讨啦。唔系开始探讨，但系我仍然听完之后，我就走出去啦。哦，听完啊嘛，走出去，有个师姐走嚟拍我一下。你要唔要皈依啊？我话咩叫皈依啊？我咁多时未学佛，明知唔皈依。佢话你要做佛教徒，你想学佛，你想知道多啲道理，你就要皈依。我说哦咁啊 ，OK。咁我跟住转头就跟佢皈依啦。但系我系西方教育长大嘅，所以都所谓拜拜啊，完全都唔知道。所以个皈依典礼又起又拜，又起又拜，又起又拜，我都唔知乜事，拜咗餐懵嘅，然之后起身就说啊，你皈依完啦咁。我自己觉得莫名其妙，咁就皈依完啦。咁走出嚟我就问。我可唔可以知道刚才我系做乜嘢？系咪
咩情況，因為好短一個規典係十五分鐘到左右。咁佢哋話：咁你可以上佛學班啦。咁我 OK， 我就走去道場教上佛學班。嗰時於洪法師教，朱洪法師嘅佛學好好，我越聽越高興。我都覺得，我要多學一點。所以嗰時七月聽講座，十二月我就已經去西來寺受五戒。咁翻嚟嘅時候一段時間，我自己好中意讀書，所以我就覺得我點就可以學多啲佛學。咁佢哋話你可以去台灣讀叢林學院啦。咁我就好啊，我就去啦。咁當時其實我喺加拿大安省政府係做個蠻高級嘅公務員，叫做 financial consultant， 即係幫政府預算案。咁我就辭咗我嘅工作，就去學院讀書嘅。當時我媽媽同我講話：你可以讀書，但你唔可以出家。我話 OK， 我答應嘅事情我會做到。所以我其實讀咗兩年翻嚟之後，我雖然好想出家，但我冇出家，我翻咗嚟。翻咗嚟政府再嚟揾我，唔係我揾政府，再揾我翻去做正職加薪，連升三級。我又做咗兩年，但係覺得嗰種感覺就唔同以前。我覺得我係好想出家，已經改變咗啦。你自己慢慢地，你會覺得你曾經去嗰個地方係咁好嘅，翻翻嚟嘅時候你個感覺係唔同的。所以我後屘都係決定我要出家。但我不敢跟我媽講，因為我只是我跟我媽住，又沒有誰照顧我媽媽。我不可以因為我自己想的事情而忽略我自己媽媽的感受。所以我先跟我哥哥說，我哥哥說 OK， 他會搬你跟媽媽住。好支持你，你哥哥那時候。很支持我，所以我媽媽也都沒有反對。我以為 OK 啦，他對大家住，他又沒有說什麼。但有一次我幫他打掃房間，打开他的枕头，我露得卫生纸，我想他夜晚可能会喊得很犀利但是我其实很感谢我妈妈的。他高兴不高兴，但是他觉得真天下父母心都是为子女的。他觉得我很开心的话，他其实一直支持，默默地支持你，真的支持我。所以对我来说，我能够出家真的家庭的支持是非常值得。系咯，咁你妈喺呢段时间又你系完全唔信佛教嘅，咁你咁大个转变，佢哋会唔会觉得好奇怪或者系好好奇咁咯？都会噶，其实有时讲啲嘢好奇怪系咩咧？我入道场嘅时候咧，初时去我妈 OK， 但后屘佢觉得，你知爸妈爸妈最怕仔女就出嫁嘅，所以平时佢就唔敢讲俾佢听我受咗戒，我都唔敢搭海千万二，因为惊佢知道。但有一次我记得是药师法会，药师法会呢，我就帮忙做义工，就有义诊，有医生来义诊。之后呢法师叫我送医生回去，我就回去。回到来道场的时候呢，哇好吵。我说什么事啊？他说菩萨显灵。哇，菩萨怎么显灵啊？他说那尊观音菩萨呢不停滴水。不停滴水。我说是啊，那我走去带他滴完啦。这么久我说OK 啦。那就这件事。回去我就忍不住跟我媽媽說，我說媽，今天個菩薩滴水顯靈，那你帶我去看。我吃完飯我都滴完了，她說你帶我去看。我說 OK， 那我帶她去。那時因為多倫多道場是一間小的地方，我想尊菩薩其實後來放了在 basement 了，已經收好了。跟醫魂法師說，她好了，你下去禮佛吧。就下去，菩薩就在下面。我跟我姐姐，我的兒孫很小而已，就拜，一定是拜。拜的时候我就觉得在眼旁边见到很大滴的水，我跟我自己说眼花眼花而已，就拜下去了。再拜下去的时候就听到我儿孙仔说滴水滴水，我说眼花而已，后来走去看看真是滴水。是一种感应，真是滴水，就这样滴滴滴了三滴水，这三滴水就改变很大了。我妈妈就觉得菩萨真是靓的，所以才让我走来佛堂。所以我觉得真的菩萨道的，因为很多事情很难跟父母解释的。菩萨感几滴水，但是给我妈妈很大的信心，亲自感受到。亲自感受到。然后后来到我出家之后，她就觉得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所以我家人从不信佛到现在，我的兄弟姊妹我妈妈都是受五戒甚至菩萨戒。好像我姐姐我哥哥都是佛光会的理事。所以满同法师讲话，你不知道你自己，你到一家人，家人是最难懂的。真的啊，没错啊，师父。
其实我觉得乜嘢事都系有家人嘅支持系最重要嘅嗬。系，但是我亦都会觉得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嘅。系，大家如果你有信心去做件事情，嗯，因果唔会负我哋噶。嗯哼，菩萨一定照顾我哋。哦，哇，真系好感动啊！听完师傅个故事。嗯，咁师傅话我哋上半段咧就差唔多时间，我哋不如嚟听三首歌先。咁继续下嚟咧，我就有其他问题问师傅。OK， 吓，咁我哋转头翻嚟见啦。智慧的光明照大地，无我的真理救世间，太平洋难比，你心光雪山难比你崇高，我何幸今朝觉早，像听到慈母的声音，对着你伟大法陀，啊，伟大伟大法陀。真理求世间，太平洋难比你心光，雪山难比你崇高，我何幸今朝觉早，像听到慈母的声音，着你伟大法陀，啊，伟大伟大法陀，啊，我需要你伟大的法陀。欢迎继续收听《满城佛光缘》，咁喺直播室现场咧，仍然有我哋妙心法师。诶，咁师傅啊，头先你都大概讲咗出家因缘啦，同埋你点接触佛光山，同埋点接触佛教啦。咁我想请教一下你出家之前同埋出家之后嘅感觉同埋嘅分别系乜嘢啊？其实冇好大分别对我嚟讲，但系我觉得出家之后自在好多，自在吓、啊，非常自在、而且轻松。以前翻工放工啊，你都要谂下啊，我着咩衫今日翻咩工，又惊潮流唔啱，又怕人笑。而家唔系打开个柜得一件衫就我哋嘅长衫，上垫一件衫就系我哋嘅袈裟，我觉得好自在，又唔使谂下咩发型，又唔使去呢度 make up 化妆，化妆啊，好、自在啊！你如果系可以花多啲时间喺你自己需要嘅生活上咯，好似我二十几年冇戴手表噶啦。因为在山上来讲都是听钟吧，
啊，你聽到板你知道，啊，你上電板你就去上電，你聽到三下，哎呦吃飯了，咁就吃飯了，你就可以去吃飯了，所以人很自在，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呢其實是心態的自在，這個形式上的自在，人形式的自在，心態的自在就是很多時候你會掛的很多事情，但你出家之後你覺得很多事放下，你看清楚這些都是因緣的，你就不會覺得很多事執著難過，所以我覺得出家之後個心態上是很灑脫的，但是有人說過說未穿袈裟嫌多事，穿起袈裟事那麼多，很多人都以為，我失戀了，我很多事情不開心了，所以我要出家了，遠離這個塵世，這個是錯的，很多人真的會這樣想的，師父，以前的觀念是這樣，我就從如清慶，要過渡一生，逃避現實，這些是做戲的，這些真的是做戲出來的，尤其是我們人間佛教，我們法師，法師的意思就是以法為師，我們有我們使命感，以前可能我優一家人，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是我家人，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怎么将我们的快乐、我们的法喜、我们的佛法给每个人，所以为什么未着袈裟是嫌多事就错，着起袈裟事更多是真的，因为顾及更多的人，以前就是一字契，更多的人，你在哪里有事情都关我们事，因为我们就是同体共生的嘛，所以出家来讲，其实眼光会大很多，胸襟会多很多，然后关怀的事情实在太多，而每个人意愿不同，我觉得，但是能帮助人，在今生能帮助人贡献自己，先不枉此生，我觉得托佛是很好的，今生我可以做好我的贡献，我的人来生我可以收去极乐世界，还有烦恼的事情不一样咯，好像譬如出家之后家里的柴米油盐，感情上的事情这些就不用烦恼了，但是信徒的关照，照顾他们就比较多点，人的烦恼是不同阶段的，你说出家不忧柴米油盐都忧啊，没饭吃你不忧吗？但是忧的感觉是不同，你会说，没同有不是那么重要，你可能以前觉得，我要吃得很好的，好话斋，我哋冲茶淡饭 ，OK，有就可以了，一个需求和要求是两回事，你足够就 OK，知足者贫亦乐，我哋出家人就是三衣一钵，简简单单就 OK 了，但是平时嚟讲，假如我以前，我今天去边度食啊？咩好唔好食啊？去到之后食，食咗之后中意你想食嗰样食啦，又哎呀，其实唔系咁好食，你永远都有种求不得苦。但是佛教来讲，好像弘一大师讲，咸有咸的味道，淡有淡的味道，怎样都好，都是好吃的。你说那种的开心，不是别人可以讲出来，只要你知足，心态非常之洒脱的。哇，真是学到很多东西，师父。咁样咧，我就知道师父其实接触我哋满地可怀唔止好耐噶啦，从未出家，跟住啱啱出家都有成日同我哋有密切嘅联络啦。咁我想知道师傅，你今次翻嚟，你对以前嘅华严寺同埋而家嘅华严寺有啲咩睇法？觉得我哋有啲咩改变或者系进步嘅空间啊？如果喺眼睇嚟讲，最初华严寺大家都知系间屋仔嚟嘅啫，系一间好细嘅屋仔。嗰时我已经嚟帮忙，系嗰时我每个 weekend 我就会搭车过嚟帮忙。但系后屘妙文法师觉得，咁太细啦，所以我哋见到呢度眼睇，我睇住佢头先，我有讲就系，每一个程度有每一个程度的一种贡献和改变，在每人法师的时候，他是一个建寺的阶段，所以我们不停去建寺，我们去筹款，你建好了，到每一法师的时候，他是贯彻的时候，你会觉得道场庄严很多，他很懂布置，然后他整理了很多架构的东西，现在到永固法师的时候，他是要走出去弘法的时候，永固法师是以教育为主，所以他给很多的课程啊，带出我们去走出这个世界，看更多，帮更多的人，我觉得开始发挥到我们这个寺院的功能性，我觉得很高兴的，这个是眼体方面，但是软体方面，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二十年前见的信徒现在都正在这里，不离不弃，对我们一丝一度，我觉得这个感受是非常之强的，我有些已经很老了，我见你拿着个拐杖都慢慢走进来，已经中风了，都正走嚟做义工，我觉得呢种对佛堂嗰种感情，二十年不变，作为一个信徒，真的俾我哋法师嘅感觉系非常非常之感激。华严寺讲真嚟讲，信徒唔系算系好有钱，
但是很有心，是真的很有心、我一点一滴觉得就是大家的一分一分的力，所以为什么可以成就今天的道场、如果你看全世界为什么会是满地可有个道场、不是 Calvary、不是其他地方、就因为大家一份心、从开始来的越南华侨、几个人开始有个所谓华严寺、再捐给佛光山，一路历程大家都一丝一道地跟着佛光山的理念去走、这个远睇上是非常 strong。同埋我觉得我哋呢条嘅信徒嘅心态真系好啱，佢哋真系可以好似大师讲咁依法不依人、好似我哋呢度个道场咁，好多法师都转咗，但系呢啲信徒一直都系咁护持咗咁道场嗬。系啊，我觉得真系我自己觉得嚟讲咧，翻到嚟好似家人一样。然之后有时我开始明知佢哋唔识听国语嘅，佢都好留心咁样望住你。我觉得好难得嘅、真系满地可嘅信徒系值得我哋学习。咁师傅话，我想请教下啦。今年就系加拿大嘅150周年啦。咁我哋成日都想希望佛教可以本土化啦。咁请问师傅可唔可以俾意见，我哋可以令呢度啲人可以更加接受佛教，同埋可以更加本土化？其实讲本土化嚟讲，最重要我哋就系要尊重呢边嘅文化。我觉得有好多嘢嚟讲，你嚟到唱卢汉赞，你送一个经文半个钟头，然之后又跪又拜，对西方人嚟讲，佢哋好难接受。系，我哋要用佢嘅文化嚟传达我哋意识，我哋唔好用一种嘅模式规矩去套喺佢哋嘅身上呢个做。我哋要让佢哋明白嘅系教理，一个道理，唔系让佢明白一个仪式要怎样走、所以我觉得本土化来说，首先我们要融入人家，不是人家，应该是起码是我们、一个文化的一个框框、加拿大是不错的，因为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它很接受，不同其他国家它根本不会接受你自己其他的宗教、很抗拒的、然后我自己会觉得佛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宗教、它的思考现在西方人都很多很认同，我们的思考是 think out boxes 的、我们不说什么叫对错真假、每个人的观点角度不同、可能出来的效果就不同、西方人是很接受这么逻辑的一种想法、所以如果我们用教理的方法让我们明白、学佛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智入门，用知识入门，一个是用信入门、中国人相信信仰、中国人比较是用信入门，我信菩萨，我信观音菩萨，所以我来拜拜，老一辈都是这样、但是西方人你要他因为信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一向都是信主得救，他们的很大的 concept 竟然有个神、但你又说佛陀不是神，他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要给他明白佛教的教理在哪里，对他们的帮助在哪里、怎样去从不同的思考方法改变他的人生、令他得到不只是将来的一种发起、是现在就可以受用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之下，就是广东话叫做最怕货比货，最不怕你不识货、真的佛教是非常非常，你假如深入的话，真的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们如果是本土化来说，我觉得是要自入、让他真的明白佛教的教理、另一方面就是现在很多人学佛就是因为打坐、禅修入门，为什么会有禅修入门这个方法会好呢？一来没有言语隔膜，不用学好英文先、二来来讲就是现在人比较很浮躁，他们很需要平静的心态，压力大，禅修可以给到他们很安静，还有现在我们慢慢也都觉得很多事困难，如果原来不是来自外面的，是来自里面的、你会看现在很多的西方的哲学又好，的书本又好、都会将你的问题发现The question behind the question、其实就是你自己、禅修是直指人心，你要认识你自己，一个人对自己都不认识，怎可以去做到对的事情、所以觉得禅修的入门在本土化来说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帮忙、其次来说就是语言、你说都说不清楚，你怎可以表达你自己、我觉得我们比较吃亏的是语言方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希望对于下一代的 second generation、他们可以学佛、然后再
经过他们本身就有这方面的文化，他有这方面的语言的一个能干，他本土化可能要在第二个 generation。 哦，现在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就是一直担心，就是怕，因为很多人你只是请他来佛堂都很难，他们说，哦，我有时间都去玩那种。因为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快乐在哪里。他们没有真的得益，怎么样临急抱佛脚，没事不来拜佛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信任。我相信佛婆佛祖救我了，那他来拜拜，希望给我一百分。但如果你用自入门是两回事的。我明白，我清楚，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就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求哪个，不求佛，不求佛，是求我自己。真的来讲，如果用自入门，将来的人是多的。好啦，最后呢，想请问师父，可不可以给我们每地可的信徒和圣众呢一些开示和一些建议，怎可以继续走得更好？我觉得学佛来讲，不要觉得是只是for将来的，是现在的。我们既然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我们要善用它。但善用我们要有首先我所说的有很strong的义工和弘法的人才。精进是最难，初心是容易。我发心我做什么？做了一下有些困难我就会退心，所以我觉得每个道场都好，做义工真的要有一个很精进的心。刚才你所说的依法不依人，法师也是人，事情多多少少有如意，有不如意的，但是我们用佛法来看这些事情，什么事都会过去的，什么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接受当下，好好去做，不离不弃，所谓这样去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将你的佛法带出去，将你自己将来的学佛的程度是提升的。不要因为一些困难你就放弃，不要因为一些人家的说话你就觉得唉，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有正知正见才是学佛最重要的事情。哇，今天真的跟师父学习了很多东西，多谢师父接受我的访问，希望呢师父有时间多啲翻嚟，再为我哋开示咯。多谢晒师父。OK，thank you。咁今日我哋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咧，可以打我哋嘅查询电话514-721-2882，或者系可以重温我哋嘅节目啦，或者系有啲乜嘢想知道嘅话咧，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www.ibpsmtl.org。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星期见啦，拜拜。拜拜。